零八年大家都知道那个国字母，对吧？非常有意思。但是人做的呀，那你好，你再看八分钟，那是真的是24个机器人，精准无误的在平常那个满是雪和冰的地面上，精准无误的运行，不再是人了。这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进步，现代科技的进步和它的一个大国形象。 确实，一下一晃就是11年了。中国马上要开冬奥会了，北京是全世界唯一举办过两次奥运会的城市，而且鸟巢也是唯一举办两次奥运会开幕式的地方。这是一件非常我们中国人创造的这样的奇迹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影响我最大的还是改革开放，还是恢复高考。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当年。 能上电影学，是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机遇，所以是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遇。今天我坐在这儿接受你们这个采访，好像我是个人物似的啊。其实你想一想，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，我还是在咸阳的一个纺织工厂，我现在早就退休了，我也恐怕啥也不是，对吧？ 时代给了我们这些人新的生命，给了我们机遇，所以我们才会有了这些创作的可能性。我觉得年轻导演其实现在做得很好，他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，在自己的国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好作品。首先是第一类，这种学习是潜移默化，他要转化成你拍出非常好的本土电影来。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许多爆款，许多好的东西，从《战狼》《二》开始，到《流浪地球》，到《哪吒》等等，《药神》，对吧？你看到所有的东西，都首先是一个中国的，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的作品。这就是年轻导演做的最好的地方。不崇洋媚外，做自己的作品。自己的电影强大了，自己的国家强大了。 会影响世界，好莱坞不是代表这个最高水准，并不是的啊。所以也中国电影的学习也不是办几次好大师班就学到了，我觉得还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学习，还是在自己的环境中学习更重要。这就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标志，就是在电影上。 每一年，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票仓了，全世界最大的市场，所以每一年都会有爆款吧，这种事情会不断的发生。电影我们永远是看两方面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其实这样大的市场和这样可喜的成就。 也给电影人带来一个最高的一个要求，就是要有更优秀的作品，更多样化的作品。不仅是科幻、动漫等等，还要有更好的作品，才对得起这个市场。所以，其实每一个导演也都是兢兢业业的，在希望能拍出好作品。
大家都继续努力，为中国电影增砖添瓦嘛。